一心你能看见这些题板吗？可以看到。你选一下。然后各自赴会。就此你有什么样的答案要给到大家？出现我的人生，好棒。
那有成功的传吧，他给我们秀一秀。来，我们继续看看，一心要不要你挑一个？啊，这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他说，你的粉丝不只是学生，请关爱一下老年人。多大？我看一看，这是哪个朋友？他说，你的粉丝不仅仅是只有学生，还有老年群体，请关爱一下老年人，给点温暖。关爱一下老年人啊，多老算老？20周岁以上，算中年，对吧？25岁以上的粉丝给他们送首歌。那你说多老算老？50啊？你多大了？49。你年轻。对啊，我觉得你们都还挺年轻的。那就送给粉丝们吧，不管任何年龄阶段的，关怀一下他们。Expression.
刚才我在这里头看到很多就是莫名其妙的语言，有什么妈妈爱你啊之类的。但是呢，我觉得想给你先出一个命题作文，就比如说关于比如说妈妈的菜，妈妈的味道，比如说那个你回到家，你最怀念的、最想吃到妈妈给你做的必备的菜是哪一道？这个菜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感觉？有多想？这些心情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啊。有一种菜叫做妈妈的味道，有一种心叫做妈妈的真心，可是可能因为我们还太年轻，却不知道去珍惜。有一种爱叫做妈妈的爱，有一种情叫母子感情，我不知道他能在我身边陪我多久，我希望我不要让自己后悔好好待他。我喜欢吃我妈妈为我做的菜，我喜欢吃妈妈的菜，我喜欢这今天这个时刻啊，一心会记得，我们每一位在场的我们的心里都会记住今天这个时刻。那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华为也会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大家在进场的时候也在拍了照片，所以接下来按照我们以前的惯例，我们的大屏幕上会滚动出现大家的照片，一心说停，停到哪位就会送出我们华为的一份小礼包给大家。来，大屏幕请转动照片，名赞名昌啊，这就是大家在进场的时候拍的照片，恭喜他获得我们华为提供的我们的精美小平台，再次也感谢我们高颜值爱子班华为 Nova 2对我们本次活动大力支持啊。一心最后的时刻，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留出一个精彩的瞬间，我们来打背拍好不好？来，什么大背拍？背拍嘛，跟大家一起集体合照好吗？哎，还有时间吗？有没有还可以写一首歌的时间？可以的哈。OK， 来，只要你愿意，那就再来试一下还有什么可以啊玩的什么？其实我觉得我知道，吉他好，吉他可以。哎，一心啊，我们知道你自己在创作的时候自己有好多小曲库，那今天这个场合能不能把某一些旋律和曲库的一些小的东西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哎。很沉是吗？这装备很齐全。我们后面还有三角钢琴，开玩笑。我这椅子还有点摇曳是吗？可不可以换一个结实的老师？那时候我就坐这儿去。坐最外面吗？要不这样，咱们到台下去。
好开心哦，今天看到你我觉得自己好 happy， 谢谢你们支持我音乐道路上的努力，谢谢你们支持我的一天一地、哦、哎，今天跟吉他比较合适知道吗？今天跟吉他比较合适，所以唱得还不错。谢谢你们陪在我身边做的每一点小事情，我们把爱凝聚凝聚在了一起，还不错哦，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刚才我们说了二胎有没有就是那种要女娃嘛，对吧？那这种情感的这种潺潺流血当中，如果说比如说哄女生啊，哄妈妈开心啊，你会用什么方式去表达呢？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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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难吗？听一下啊。
看到吗？哎呦，有点痛。什么？狼外婆啊！狼外婆！啊，狼外婆！自己怎么不笑？好，谢谢谢谢怡心哈。那欢乐的时光总是这么的短暂，念段时间说拜拜。怡心来给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位来到长沙你老家的这些贝壳们说 goodbye。好了，在这里啊，首先感谢大家到来，先感谢大家到来，谢谢。自己给我们讲啊，然后要谢谢所有的保镖大哥、保安大哥们啊，他们维持现场秩序，大家都辛苦了，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啊，也谢谢我们帅气的主持人，啊，不不，应该的，也谢谢我们帅气的主持人哥哥，谢谢，谢谢现场所有的音响老师、灯光老师，我还从来没有感受过啊，这么多灯光一直在哪来哪去了，对，就是为你，我们愿意啊。好了，谢谢所有在场的来签唱会的歌迷朋友们。然后刚刚有一个男歌迷朋友跟我说了一个，把不忘初心改成初心不锈，是吧？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好吧，你们要不朽就不朽吧，你们打好，可以。好了，在这里感谢大家，期待下次见面喽。再次感谢高岩、帅子班、黄月、鲁莽二队本次活动大力支持，谢谢我们今天。